黄飞鸿在狮王争霸中勇夺头筹，特封为国士无双南狮王。凭你现在的实力，可以称得上宗师之下无敌手，但是离真正的宗师仍有一步之遥。一介武夫，懂什么家国天下？我究竟差了什么？眼界。贪官横行，民不聊生，革命的意义就是为这个国家治病。如果大清不是我们爱新觉罗当家的话，他变得如何又与我何干？飞鸿，我的路已经走完了，不要忘了武征的使命。两条路，你自己选。这场战争日本必须赢。你让大清去输，你知道这样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？他们都是我们的手足同胞啊！这场仗我们一定不能输。死了，全部都死了。飞鸿，不要太自责了，我原本可以救更多人的，但是我没做到。打仗吞不掉中国，就从内部吞掉。是海怪，就是那个被抓回来又逃跑的海怪。怎么会这样？穆大人怎么死的？黄飞虎，你就是凶手。像你爹一样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跟我回家，从今天起，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好，我们拉钩。